咱第一天，对1945年10月25日就开始来甲咱讲白贼，因为过去咱咧做兵的时阵，像阮这个年龄做兵的时阵，因定来讲一句话讲，吼、哦，甲即摆嘛同款咯，白贼话若讲一百遍，就变真诶啊！啊，大家咧吼行军的时吼，倒脚正脚倒脚正脚，大家拢同款唔对的时吼。讲起步走的时候，拢对正脚开始行，嘛无唔对。吼，即款的文化，即款中国文化吼，四时而飞啊，四时而飞。所以啊，无一个标准，无一个标准。啊，所以咱来看，咱本来想讲，像我细汉的时候，定甲阮老爸问讲，当时才会未战争，当时才会和平，当时咱才会当过快乐的日子。唔免为三顿来烦恼，为米翁啊空空来烦恼。我内边讲，等你大汉的时候就无战争啊啦。等你大汉的时候米翁就空空啊。等你大汉的时候就无人像咱遮艰苦啊。我无想讲68年过去啊，等我大汉的时候，等我已经老啊时阵，自杀的，小摊的。龙南本土台湾人呢？迄天我掀开报纸，啊，两阿婆讲，因翁介先着癌啦，三零八的，爱心有钱开到无钱，无钱开到负债，无再来还负债，无再来治病的时阵啊，两阿婆怎啊门关关起来，烧炭自杀。嗯，新闻报纸佫讲啥呢？前几天哦。嘛是伫台北县啊，有一个老母带因囝拢烧炭自杀呢。68年过啊，不但食饱，而且负债累累，无他行负债心，无头路，也是收入有限的心，去互艰苦逼着，去互病痛逼着，想想讲人生无趣味，不如来烧炭自杀。咱来看，流亡难民早期的时候，来到台湾时作威作福，因拢照顾因己，不但涨价涨款，即中国人照顾因家己中国人流亡难民，而且咱足济台湾人，我国民党伫国民党内底，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做官的，嘛是咧维护即流亡难民的利益，嘛是咧牺牲。咱本土台湾人的生存空间，来承担这流亡难民的生存空间。咱个看古早妇人五村、妇人六村，南京东路尾，吼、哦，迄个，迄个做什么街？什么街？福远街哦，福远街一直甲光复北路迄段吼，甲健康路、甲民生东路中间这个，遐眷村呐、啊，我读大学先去遐做家教嘞。去处理吧内底啊，哦，贯穿起来是就是叫做难民营啦。去遐做家教的时吼，咱甲伊生活水准差无偌济啊。但时间哪过，时间哪过，过世的当要啊，咱已经差人太济。啊，甲想起来，想真甲想真一下吼，咱才了解讲，台湾有两种人。一种是统治者，一种是被统治者；一种是高高在上的中国人，一种是低低在下的本土台湾人。当然，咱安尼个分嘛，无讲真详细，嘛无讲无符合这学术研究。学术研究佫进一步来看讲，中国人流亡难民内底嘛有统治者，就是讲做官的；啊，嘛有一般的平民哦，反反复遭遭出哦。卖面的担，这个塞计程车嘛是有，但是因是虽然讲相对上是弱势者，但因得到足济照顾。我若无去官场吼，安尼混了一阵子，我嘛无啥了解。原来这个流亡政府，这个咱的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，伊的统治方式甲元朝差不多。元朝90中国的元朝啊，90万的这个蒙古人，入到中国要统治几若千万人的人，
伊要安怎统治？伊是每一个蒙古人拢是一个教爸啊，每一个蒙古人拢会当扮演十个人以上的，然后佫利用汉人哦，汉人的盖被建设吼，哦，无国家观念，汉人做官哦，啊，然后用汉人来做教爸，啊来压制其他的不服的人啊，所以每一个蒙古人拢都是咧管害害汉人的，同款。刘邦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伊才百外万人啊，百外万人啊，经过来控制所有的南本土台湾人。伊要来控制，嘛是每一个中国啊，流亡难民拢是啥？拢是叫别啊，拢是政治系统的系统，一分子。然后不管伊做啥物工课，不管伊是做官的，或者是讲已经做兵退伍来，伊伫路边摆摊的，哦。甚至咧抬轿的，拢是爱提供啥？提供你伫这个区域的时，所有其他的居民，就是咱本土台湾人，伊的动静，伊咧讲啥，伊咧想啥，吼、哦，伊咧集会，拢去参加，啊来了解，哎，对民进报告，用安尼来控制台湾呢？安尼啊不足，不足的所在就是啥？找一寡用个啥？用个这个咱的富康的，和咱的。本土台湾人，回什么款的优惠政策，还是讲回什么款的有利的补助来个成？像我，你来参加国民党，你来参加国民党，后摆你就当做馆长。哦，我细汉的时候，我读大学时候，我老爸也讲要宣传长啦。啊，警察来个讲，我、哦、你要宣传长，一定爱加入国民党。哦，加入国民党才会调呢，才会当选呢吼。啊，过来，我老爸吼，家己加入国民党，佫加讲啥呢？警察讲：“我、哦、你读台大呢，哦，你都爱加入国民党，将来才会做大官。我哦，你加入国民党，你去死我都话，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加入国民党，我不爱，无要稀罕做国民党的官。哦，我将来我无要做国民党的官。我讲哦，加入国民党哦，后摆吼你就后悔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咱在人生有弱点。像我那边讲哦，想讲要当选团长，人家讲，迄当阵的警察拢流亡难民啦。”哦，迄早期的时候，拢流亡难民。啊，人家讲说，你都加入国民党，你才会当当选的时候，就一直意思讲，国民党才会甲支持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伊才会当选的时候，伊就兴冲冲去加入国民党。哦，我讲哦，我讲国民党不是好物，你但加入国民党哦，你将来就麻烦嘞。哦，副国长伊无当选，啊，伊来当选就害了了。吼、哦，当选就害了了。吼、哦，啊，然后我就甲讲，我讲哦，国民党不是好物。国民党来个台湾，拢甲咱骗，伊无多了解，无多理解，在伊脑海内底，哦，伊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啊，足聪明足巧的，人叫伊财主啊，天才啊。结果吼、哦，背足侪四书五经的时，脑海就僵固。讲我自细汉就读阿摩咧，读汉学咧，哦，四书五经孔子开除了孔子公，合除了孔子公安尼，甲我教训哦，啊。爱心，迄就是讲洗脑洗脑啊！伫晚清的时代是日本时代按摩内底就叫洗脑，伊拢认为讲啊，咱都汉人咧，啊，咱都中国人咧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定甲讲唔是咧，啊，唔是的时候我不用啥改正，我是也无多改正。安那讲，我去看这些图书馆，伊现来去吼，所有有关咱的真正历史，咱都看袂到，更看拢看到国民党所写的有关台湾的。叙述阐述，人咧满骗人。我刚才怎讲？这无一只是真的，但我唔知真的伫倒位，因为咱找无迄个物件哦。所以啊，我感觉讲，这哪像讲啥呢？哪像讲乌云蔽日、乌云蔽日的时喏，咱规天地拢乌暗去啊。所以咱台湾人就是安尼，当乌云蔽日的时喏，咱拢无看到日头的时喏。人家讲啊，根本无日头啦！啊，因为久而久之，你嘛讲讲，怎样拢无日头嘞？拢怎样拢无日头嘞？哦，确实天地就是安尼拢乌暗乌暗的嘞。所以哦，咱这个心灵啊，去有各种污染到这个程度。但是呢，好个在，咱有一天的时哦，当迄阳光哦，一个光射入来时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唔是安尼，唔是国民党所讲的，唔是中华民国所讲的，讲天地本来就乌暗乌暗的，唔是安尼，哦，
啊，这个光是对到来，这个光就是咱秘书长去反讲台湾法律的论述。台湾法律的论述经过伊认真去研究，参咱的顾问吼，合作人顾问吕小浩说哦，认真去研究，一直写文章，一直去演讲，然后足济人吼，就安尼渐渐听到，得到启蒙啊，得到启蒙的时候，咱才知讲原来有天，天顶有日头，啊有日光，哦，所以啊，咱即摆啊，伫这个所在上课就是讲，我想要看较一光呢。咱是会使讲革命的先行者，秘书长讲的，革命的先行者，因为咱想要看较一光呢，咱要了解较济呢。过去对国民党怀疑，对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怀疑，咱无法度有一个系统的知识来加以批判。所以咱在这个所在上课，目标就是啥？就要来了解有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究竟是啥物？我要安那来彻底了解这个系统，然后改变我的观念，改变我过去错误的这个看法，过去错误的思想。然后，我要来为台湾，咱要来为台湾，哦，找出一条光明大道啊！所以啊，我听讲，我伫将近七十岁的年龄啊，过去的生活挫折足济，过去的努力嘛无啥物成果，伫得退休以后啊，来甲咱的秘书长做伙拍拼，感觉非常欢喜，非常光荣。这三年外以来啊，我呢，会使讲，逐天拢感觉讲，生活伫充满希望的这个期待甲希望的这个气氛中间。我相信各位，经过三天两暝，伫这个所在来磨练，伫这个所在来这个上课，接受这个台湾历史真相的教育，接受这个台湾国际地位的法律论述，你会感觉讲，你会足充实，甲我同款。此后，你唔免烦恼。中华民国会到这拖西连偌久？你免烦恼讲中国啊，会兵啊，会派到台湾来甲咱统治，唔免惊讲咱台湾去共产党来甲咱吞打。所以啊，我相信大家此后一定是，伫这三天两年以后啊，有新的看法、新的观念，然后你有重温得到这知识的时呐，你就开始觉醒。当觉醒以后，你要跟我同款，认真要来做一个行动。敢讲，这世人无必来，为了要台湾未来光明前途，我要来参秘书长共同奋斗，要来拍拼，要来实现咱台湾自治甲建国，要甲中华民国来驱逐出去，甲这个窃据、窃占台湾68年的中华民国驱逐出境。哦。但是真济人唔知咱要安怎个驱逐出境，够可能当咱去甲亲戚朋友讲的时候，哇，国民党有兵呢，有宪兵呢，有武器呢，共产党搁伫伊后边那个站呢，北京政权那个站呢，你是用什么气力要去甲兵斗？吼，这哦，我定来听了，我特地装卡对一挂学生、学生哦，特别是学生，就是学生哦。因为老啊，你知无？啊，较无你去田里，哦，去田里是死啊工了，倒来啊，就伫遐休凉，像最两工天气热屁屁吼，伫树仔骹咧休凉。啊，我只对遐过就甲因聊聊，我咧甲讲吼，哎、欸，啊，你着来创啥？我讲来甲伊要甲因坐，讲啊，首先啊，今仔来毋知有啥代志，是毋是要去叫阮签一个单？我签啥物单？讲签名啦，讲签名啦，讲去签名要创啥？要叫我变啊？我要叫我变啊咧！吼、哦！啊怎啊摕我看呢？我讲这边啊叫阿扁啊，恁即几个老伙伫遐咧签名，伊都阿扁就放出来啊，阿扁就出头天啊，台湾人就出头天啊。我讲唔对啦，我怎啊摕我的名字去？吼、哦！我讲你看卖，我这才当叫阿扁，才当叫台湾人啦。啊！伊讲唔捌字啊，也实啦。讲我这甲摕来互有捌字去看。好，我安尼好，安尼你改天吼，我再过来。吼、哦，因内底过来老伙仔伫遐坐，啊，伊落伊来，我伫落去过路边过，
阿姨怎啊过来甲阿三做的时候，我提回，我阿哩我今日无时间，我匆忙忙，我要等台北吼。阿迄个你迄个，你将这个名片后边这个物件提回看，我名片写啥物？我名片后边写啥呢？我提回来看，咱后摆印名片拢爱做广告啦，名片后面爱做一广告。我这名片哦，第一提题目讲是安那，咱要求台湾主题将来啦吼。吼、哦，也是讲，只要讲变成天皇的特别行政区的同款的意思，是安那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而且嘛足挑战的呢。经过68年，国民党的这个党国教育啊，吼、哦，把你改造到啥？讲11%的人啊，讲说伊是台湾人，阿嘛是中国人诶，只安尼，阿变的时代无遐悬呢。啊，经过马英九安尼吼，一再甲咱骗。写来写去安尼，啊个会使讲国共联手安尼吼，互咱足侪本土台湾人啊，又搁戆起啊，又搁搞不清楚啊。讲61%啊，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安尼吼。所以吼，咱讲是安那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，确确实实唔是中国人。吼、哦，我那咧讲讲这代志，拢爱回溯啥？50000年前，咱古沙族甲平埔族就来甲台湾安尼。中国人是10000年前沿迄个陆路去到长江甲黄河地区呢。咱50000年前，咱坐船的顺风来，足紧的那个到。是60000年前，因为伫东非开始向东迁移，即黄色的人种，向北的是白色的人种，向南的是黑色的人种啊。啊，50000年前，咱就到这个所在呢。啊，伊是10000年前才到中国的中原所在呢。啊，咱有同款民族。哦，啊，这个研究是2007年德州大学奥斯汀迄个校区诶 ，University of Texas 吼、哦，诶，文化人类学者吼、哦、所做的研究，因做两个研究，不约而同拢得到同款的结论。哦，我甲讲详细，第一批坐迄个独木舟，对印尼、菲律宾来个台湾呢，编号174 ，number。174，哦，一批来到台湾，来到台湾因哦，又有一挂人怎啊去琉球？迄个时阵啊，按照这个古典历史吼、哦，台湾古早历史的记载啊，台湾甲琉球啊有足侪陆地啦，是且伫15000年甲12000年中间啊，发生这个沉山、地动、大地动怎啊沉落去？哦，宜兰迄所在外海的山，怎啊沉落去安尼哦？啊，所以这个陆路做较无看，所以当时就已经，咱的来到遮的人1870就来个台湾，就去琉球，过去日本南边，过去韩国安尼。无偌久，佫编号130，佫一挂人来个台湾的时阵哦，这边较侪人啊，较侪人嘛，少数的走去琉球，啊，过去日本南部，过去南韩，啊，这样大多数的人啊。说起有风吹一个对了，对北海道去，对北海道去的时呢，因为较寒，啊，继续去找看有较温暖的所在。结果哪行哪寒的时哦，一直往北行，就爱斯基摩人，往东行过白令海峡，白令海峡都已经迄个冬天都拢落雪，佮结冰，所以变作印第安人。哦，啊，一部分是对鄂霍次克海往西行，都西伯利亚，遐先卑哦，匈奴遐人。啊、所以哦，这两个研究真趣味。啊，你讲起来先哦，咱就知影讲，台湾跟日本是共种族的，啦，同样的种族的啦。啊，那个报告来，你讲啥啥呢？讲哦，日本啊、台湾啊、韩国啦、啊，拢有170的，变到170甲变到130的啊，混血、混合的心啊，生出来囝，秋头长的。有人求汤掌，我请举手。对恁的祖先，我嘛感觉你求啊上厉害。吼、哦，你求啊有成绩款。我若登桥嘛足求的，吼、哦，登下求。我伫日本我看过，吼、哦，我嘛看韩国人有求汤掌的。这两种170甲130，甲做微信哦，生出来囝是求头掌的，而且佮中国所卖。啊，若中国人有的就是讲，迄、那个通古叔叔吼，来个东北。啊，去到蒙古，去到西藏，遮，甲迄个咱这个
那呢130个吼，早期去的时吼，去到韩国啊，韩国的时，因怎啊进入去辽东半岛，啊怎啊入去中原遮？对，《三国演义》内底讲来讲辽东有无？那呢，左楚去打辽东的时阵啊，迄种就是甲做伙啊，都拄着啊，啊拄着的时，还有130个编号的，吼走到迄边去啊，吼、哦，拍到迄个说安东现出是咱讲。沈阳大连以东迄个所在，迄度已经有130个，迄有少数人可能伫遐混合吼、哦。不过啊，我第一遍去日本的时候，啊，伫街头安尼看一寡日本的查甫查某，看来看去，嘿，我那像那阵我伫庄卡看到的安尼，吼、哦。1982年，我第一遍去日本啊，去日本考察。考察啥物？考察伊个地方财政，哦，伊个都市面建设。我去卡拉萨瓦，去奥萨卡，啊，当然嘛去东京吼。啊，特别是卡拉萨瓦真卡吼，一看迄查甫，哎、欸，那甲咱，阮二岁足同款啦。吼，迄囡仔吼，少年囡仔吼，甲看拢甲咱真卡囡仔足同款嘞。吼、哦，伊皮肤个颜色啦吼，啊个迄个五官啦，吼、哦，偏白嘴啦吼。哦拢甲中国人无共款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台湾人足共款，吼、哦！啊，嘛看球头上诶，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感想哦，去到日本诶时阵哦，真亲切。我嘛捌去中国两界呢，去北京、去上海、去漳州，看来看去拢无像台湾人咧，对啊。我去到漳州诶时阵哦，有迄地皮啊，哦，佮北京佮派人来了。台办佫派人来，因为我从阮太太出门，从阮太太去厦门大学吼，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。啊，阮太太比我较有头有面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就派。我想到福建省政府的人来陪，就真大安尼。讲北京讲派一个国台办的人讲来陪阮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带阮去漳州南部吼，去看东看西。啊！叫我经过一个下蔡县的吼，伊讲哇，啊恁姓蔡，恁敢要来遮巡军？我唔免找啊，阮已经来找过啊。吼、哦，2007年，阮大姊吼、哦，哦，想讲安尼，伊伫广州吼，伫广州过一两个月诶生活吼，啊无聊，想讲诶无来找看卖看，来巡军你知道？我讲你找一礼拜，找拢倒袂起来啦。吼、哦，提阮的族谱去阿遐。伫砖头伫蔡关遐吼，写几礼拜，讲无一个所在生出来，甲阮斗会起来啦。敲电话转来甲我问啦，讲咱这有确实有影无？你讲麦现起来阁看麦咧？我唔免找啊啦，迄种骗的，迄种假的啦。完全来个台湾的时吼，爱咱汉化。啊，你若汉化的时吼，你若去读阿摩啊吼，改汉姓，用汉姓，现汉人的名。而且然后，搁和你族谱，搁和你公妈牌，然后你就变汉人啊！啊，拢讲咱偏讲那是汉人啊吼！啊，咱家己人迄当阵有，咱甲日本同款，有语言无文字，吼、哦！咱平埔族的甲日本同款，有语言无文字哦。啊，咱甲看起来，伊日本内底足侪咱单位吼、哦，就是。有语言无文字吼，会进行啦吼。啊，之后因就去用片假名制作，发明这个文字。啊，咱无咧，咱迄阵也无到迄个程度，所以荷兰来三八当，咱就用迄个新港文书。啊，这个文清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伊希望所有人拢改汉姓汉化，因汉化伊较好通知啊，有区别啦，无区别啦，较好通知啊。吼，啊，台湾人说唔知讲。汉化，家己认为讲伊是汉人，所以袂记得啥。一代过一代啊，平埔族言语说总袂记了，袂记了。等到第三代袂记了，第四代就一直想，哎，啊，我都要汉文，我用汉语，所以我就是汉人，所以伊就无敢讲伊是平埔族，无敢讲伊是台湾人，伊就敢讲伊是中国人，伊是汉人。安尼啊，我见咯，较严重是啥呢？你当初哪有几个老伙仔又来讲平埔族话，不要讲汉语的时候，你也要讲汉语的，
等到我倒头甲看无起，讲啊这无水准，无水准。那像咱伫中华民国统治之下，小学时代、中学时代，讲叫咱一定爱讲国语，袂使讲方言。哦，所以足济人哦，国语安尼足古里话啦，还卷舌哦，还卷舌哦。哦，我的天啦，卷舌我都牙给无回我。我看足济做官的台湾人去做官吼，卷舌。即摆财政部长讲的拢卷舌哦，就足典型的呀。伫台大读册时嘛，听到足济台湾囡仔哦，讲话拢卷舌，到尾拢做官，做大官哦。啊，然后咧，这人咧，回过头来讲啊，你讲的单位，你讲的好话，你讲客家话无水准，安尼咧，同款咧。台湾历史这悲惨呢，台湾人足悲惨的呢。这个悲惨是啥？人讲作为一个台湾人的悲哀，去予人吞打，去予人抬关打，啊，结果呢，徛甲统治者，徛甲这个流亡政府、国民党这边做伙。回过头来讲，啊，你这吼不要讲国语，不要讲北京话，是差啦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我才对高沙洲吼足敬佩的。高沙洲伫满清来212栋来内底啊，拒绝你满清入来个，我这势力范围，你也这歹心，甲你出草斩头。别话说无这个骨气呢，高沙洲有这个骨气呢。啊，但是。你讲是嘛？是啊，即摆即当阵要有一挂高沙洲的吼，伊去对国民党，甚至去北京去咧野乡对白。因为吼，这日本吼，甲高沙洲征服以外以后啊，煞甲咱较南较同款较做伙，你知无？啊，然后国民党来个台湾的时候，对高沙洲用真大的心力，吼，啊，互伊安尼。过一个真一段真辛苦的日子，我记30年前、40年前的时候，足侪高沙洲的少女啊，拢去予流亡难民骗去做某，用钱去买去做某，因为生活真困难嘛。啊，然后咱高沙洲的人真郁卒，爱饮酒，为了要饮酒啊，甚至甲家己的查囝都甲卖掉，哦，都甲卖掉，所以。30年前、甚至20年前，咱也有看得出讲，看得到讲，真济高沙洲的咱的同胞过了真凄惨，哦，真凄惨的日子。然后我们才讲，那像咱秘书长讲的讲，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，高沙洲的人口有120万，但是68年后今仔日剩51万，这是非常违反着这個人口。成长的理论，人口成长的理论，按照马尔萨斯，哦，马尔萨斯伊伫1830年代时，伊伫提出人口论，而人口论的意思是讲，人口的成长是迄个几何级数的成长，1变2，2变4，4变8，8变16，啊，粮食的成长是1变2，2变3呢，所以讲，咱爱节育，啊，无人口那而且。阿爸也足济人无饭通食，啊！咱来卖去管伊讲有饭通食无饭通食，咱甲管讲人口伫120万的迄当中，那一代是120万，第二代应该话是240万，过来个第三代60栋以后啊，爱480万，今日高沙洲唔是480万，说变50万，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剥削体制所造成的，对啊，所以哦。咱平埔族人爱对高沙洲特别爱甲伊照顾，哦，啊嘛爱甲尊敬，尊敬个啥？伊伫满清时代拒绝汉化，无像咱平埔族的人啊，戆戆想讲都当免税减税，啊就去学汉语，啊就换汉姓，啊就改汉名，哦，啊然后家己戆戆都自己以为是中国人了呢，哦，所以啊。姐姐来讲吼，咱讲这段历史是要让大家较知影讲，咱家己是啥人，
咱要建立台湾的主体性，首先，咱要先讲，咱是台湾人，绝对不是中国人。所以啊，咱民政府若讲对台湾有贡献，就是讲咱所行的路，甲独民的台独联盟无共款，甲李登辉的正名字嘛无共款，甲民进党讲，参与体制改革嘛无共款，体制内的改革绝对无法度改变台湾的现状，绝对无法度改变咱本土台湾人的命运，只有咱这个法律论述。法律的诉讼，咱才有法度完完全全来脱离这个奴隶的枷锁。哦，咱伫这個过程内底，先来讲对秘书长非常的敬佩。秘书长伊发现我这个经历的时候，伊锲而不舍，绝对无放弃这个理想。哦，那伊做这一次，伫2006年。十月二四去过美国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只有道理。根据战争法，这个真理已经应该拼落去。然后2008年2月7日，就来组成咱的台湾民政府。根据国事占领法，根据战争法的规定，合理合法来组成一个咱的台湾民政府。然后过数内底，我是用 DC 美国的迄个 DC 的这个。美国首都的这个地方法院就宣判讲，本土台湾人无籍，中华民国国籍不是本土台湾人国籍。继续上诉的是2009年4月7日，我已经伫来咱这组织内底，一会，我9月7日再来，爱心国林法院的宣判讲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过来本土台湾人无国际共同承认的政府。安尼表示啥？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台湾人的政府。第三点是讲，长期以来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中间。第四点是讲，根据《国际法和平条约》，美国要是到这个位置，要是台湾澎湖以及周边的多数的军事主要的军事占领全国，过来就讲，美国联邦政府。义务协助本土台湾人达成伊基本人权的保障。哦，安尼落去，咱的正当性比中华民国联邦政府殖民政府要靠正当性，对啊。所以咱继续努力。伫今年1月7日的时阵啊，美国国务院讲，咱会当来申请这个。台湾政府这个名称，迄天我拄伫田里做工过，秘书长敲电话，1月7日咱休困日嘛，我无代志的时候，我就去田里做工过。当你汗流浃背的时候，有一个好消息跟你讲哦，我什么好消息？定定嘛好消息。结果伊讲这大消息，哦，我听嘛足兴奋呢。美国国务院今日主动跟你讲，咱会当改名，对台湾民政府改做台湾政府，还是讲？咱当时有台湾民政府，阿嘛是有台湾政府。咱所有的伫台湾民政府会当任职的，而且长官拢变作台湾政府的长官，安尼吼。伫台湾的时，秘书长讲要甲大家解释，是安那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会同时并存，吼。啊，然后伫1月19日，改成1月19日无唔对，咱就派。台湾政府的驻美副代表去带领咱的华盛顿 DC 的驻美代表处，诶，叫做林德兴安尼吼。啊，当然啦，1月7日，秘书长甲讲，迄个国务院安尼甲咱通知的时，秘书长讲，我马上就敲电话 DC 的律师，叫伊提出申请呢，因为咱资料拢有啊，去过数的遐资料拢有啊吼。所以马上提出申请，那是你的卡吼。给我你的卡，第3月15日就卡点咧来讲说，美国国务院已经通过你台湾政府的注册，大家有欢喜无？而且呢，咱18天咱就收到
伊个正式个公文书，伊个 formal 迄、那个迄、那个 document 迄 certificate 啦吼，诶、迄文件，讲咱是台湾政府。所以咱即摆是喏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外口有放一个酒杯、小石碑，大书记都甲写一个台湾政府，哦，啊，这個、台湾政府咧，咱将来希望讲，所有的台湾人拢观念上会当甲咱共款，思想甲咱共款，得到启蒙，然后咧来觉醒，充分的觉醒，普遍的觉醒，咱大家拢莫去参加。中华民国立方政府的任何选举，有世界各国的人拢知影讲，台湾人今仔已经了解，了解伊真正做奴隶地位，唔外国做奴隶台湾人，就要要求中华民国结束伊长长达了吼，长达68年的这个国是怎样？窃据台湾这个土地，诶，这个结束来个结束啊呢？所以这个大工程啊，咱。对建设台湾这个工作啊，到目前为止啊，大雄完成一半，大雄完成一半，因为咱离开执政的日子已经无偌远啊，啊无偌远中间啊，咱需要有济济人才来甲咱斗相共，干那少数的人绝对无法度成就一个大事，要甲台湾脱离这个中国文化的魔掌，脱离中华民国立方政府的魔掌。魔掌，咱一定要姐姐人拢充分的觉醒，大家拢站起来，行动一致，美国才知影讲，伊一定要替咱做这代志，甲中华民国载你走，你安怎来就安怎去。所以啊，咱奉劝姐姐咱本土台人，要无听到这个福音，也是无来参加咱这个法律研习会的人，拢会赶紧赶紧来用心来。甲听入去，有人听入去时，这边可能无够清楚，会灰灰，会讲你要用什么力量要甲中华民国赶走？你要用啥力量要抵抗北京的这个压力？咱来讲，我拢没用啥力量，咱民众干来用一支笔甲一张纸，一直甲过落去，一直甲过落去，美国南丁当都甲过落去，那像这个告诉就是一个编。哦，你美国政府唔听，难怪我来编一下，哦，哎、啊，编一下，伊当会听，伊就佫行一步啊，哦，佫唔行，先佫编落去，伊就佫行一步，安尼早晚咱一定成功。所以为了这个成功的日子，咱爱济济人来参与，济济人参与，真好个在。咱看大陆人民已经无少年咧，就是民进党嘛，足少少年来参加，哦，台联佮李登辉遐嘛同款。但是咱这边人气足旺，咱看看落去足侪少年的吼、哦。我还记得四十九期的时，150人来，一半少年的啦，一半少年来滴啊，只查甫一半，查某一半啦，吼、哦，大学生啦、啊，高中生啦、啊，安尼踊跃来参加，因为迄当都年春诶，就寒假诶，特别结束进程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会使讲大家足踊跃来参加这个初级班。啊，所以去迄个国际班啊，夭寿啊，331个人，坐到满啦，才坐袂落。国际班还佫创一个视讯啊，视讯啊，所以哦，咱这发现讲，咱这所想下啊，啊想下哦，咱要到后边起一个500人会当上课的，哦，所以啊，咱伫这个所在启蒙工作已经到一个段落，这毋是干来靠。咱伫遮徛咧讲尔，就靠大家来参加这个法律这个学院的研习会以后啊，拢是阮的尖兵，打前锋的尖兵，伫各所在各角落，吼、哦，唔免惊挫折，一再甲讲出哩。后摆你若有一名评审，后边像我呢，头先我讲两个缺陷，即摆煞总算煞袂起哩啊吼。第三块是讲，是安那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即个甲解释。台湾自古以来甲中国就牵缠无交，水无流，是干不行。完全统一212冬，啊，大家去读暗号啊，读汉字、读汉文，结果就家己想讲伊是中国人啊，吼、哦，这唔对。是安那咱台湾是一小米站，即种啊甲解释。即种简单的题目，啊，大家甲记好，啊，然后伫即个所在
三天两暝时间足短，哦，课程真多。我听感觉讲，咱的课程虽然讲三天两暝，但真充实。每一个讲师要来遮讲的，拢有准备，哦，啊，咱的迄提出来题目哦，拢真吸引人的。哦，像我看过凯达格兰学校，啊，看过李登辉学校的课程，较讲了迄几下咧讲，较讲迄几下咧讲，哦，啊，讲的拢共款，哦，讲的拢共款，啊，我毋着对李登辉43档咧，啊，进前去李登辉学校咧招生的时阵哦，拢寄迄个招生简章互我咧，讲叫我推荐人啊，哦，啊，我着问一个学长讲，啊！李登辉学校大概拢寄我，毋知是叫我去上课，毋是啊？有你来上课？啊！你上早期啊，40几年，你李登辉学校上课，你叫你上什么李登辉学校课？一课安尼？所以总共一句，咱这课程真丰富。明仔，大家会跟我讲足忝。明仔载咱去7点半，秘书长都要跟咱讲话，过来8点就上课，上到8点半过来座谈，分组座谈一定要来哦。分组座谈的时一定要来甲大家报告你的心得，甲你的观感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咱这拢会做记录，因为你的专长啦、啊，你的兴趣伫做所在，我拢会甲你哦注意，啊，然后有一天，因为咱将来若真正得了政权，咱要改革的过程有真侪困难，真侪人唔捌做过官，啊嘛不要做官，结果啊一去的时候就中箭落马，啊都爱换人去哩，啊都爱阁自修一下。等后摆有机会再阁爬起来，安尼知无？所以这中间咱需要一些人才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座谈的时候，把这些资料拢爱登录起来，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、专长拢爱登录起来，啊，有趣味做啥爱讲一下，啊，然后咱这主持者就给伊做记录，后摆咱若欠什么人才，就对这个所在来找啊，哦，啊，因为时间真有限，才3天2暝的时间，所以希望大家吼。听课时一定要做笔录、做笔记，吼、哦，做笔记，哪听哪记，哪听哪个要点记起来，吼、哦、啊！等于先你家整理，你会变做你学问。安尼也无够，遐有册，那秘书长迄本新台湾论一定要甲买等于阁看，看完你才讲哇，原来台湾是安尼哦，去用骗安尼哦，是安那讲，就是课讲台湾 betrayed， 台湾是背叛的。哦，我加一讲 ，betrayed and 什么 exploited 被剥削的，长期被剥削，所以咱的人哦，伫台湾60几年来啊，生活足困难，真侪人因为无多接受这流亡难民的压力，所以怎啊离开台湾，流落海外足可怜，哦，足辛苦。总共一句，咱就已经看到迄个曙光，迄、那个阳光已经冲破迄个层层的迄个阴霾云层。咱已经看到啊，咱这特别讲迄个阳光吼、哦，甲创看咧，全民拢看阳光的时，咱台湾就得救啊，台湾人就出头天，多谢大家。美国的财政学家、财政博士，各一边的破声，起立。Got it.